家两明星，牧羊，彬彬有礼的彬，三个金的星。我今年12岁，来自 Grand Island, Nebraska。由于疫情爆发，我没回学校2个月了。我每天待在家里，除了吃饭、跳舞、运动、睡觉以外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现在，我带你们走进我的书桌，这是我每天拉的小提琴时间，这是我今年读过的书，我在我第31本，这是我们的 Florida 度假，这是我们的 Hawaii 度假，这是我们的 Colorado 度假，这是我们的 Las Vegas 度假，这是我的妹妹，这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事情。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每天在家里做了什么。我把每天生活用品都画了出来。 Evian 是我最喜欢喝的水， Aquafina 是我喝最多的水， Kleenex 是我家的纸， American Girl Truly Me 是我的布娃娃，这个 G 牌子是我的台灯， Clinique 是我的洗面奶， Scoonchy 是我的牛皮筋， Dresshine 和 Wetbrush 是我的投书， Hallmark 是我最喜欢的卡， Pusheen 是我妹妹最喜欢的猫咪玩具， Blistex 是我的唇油， Comar Kids 是我的睡泡， Splendid 是我的三角裤， Secret 是我的 deodorant， Humivug 是我的枕头。这些牌子都是我从记忆画的出来。告诉我如果你看见一个不对的 logo。 谢谢大家的耐心来看我的视频，下次见，拜拜。